我先看一个梦。梦中的场景是好像是我们到了一个新学校，到了新学校以后呢，就安排新的教室啊，好像是安排了两个教室，然后呢，一个教室里边呢，人进去了讲读书，完了就是抢灵魂的意思，在，好像有人在讲课了，然后另外一个教室呢，人还没进去，准备安排了要进去呢，我坚持要讲，1945年。8月6号和8月9号，美国向日本投了两颗原子弹以后，8月17号放射性污染飘到中国这个事，我坚持要先讲这个事，然后我为了要讲这个事，哭得死去活来的，梦境当中就这些啊，这反正我们安排了两个教室都是我们的，一个讲读书，读取灵魂，另外一个讲那个，就是安排的教室，但是呢，我坚持要进这个教室之前，先讲，放射性污染，我在1945年的8月17号飘到中国啊，我刚才重复讲了一遍那个我梦境的，实际上我这个时候一直看到那个川普总统，一直看到那个川普总统哦，一直看到川普总统，现在我已经到了那个川普总统的私人领地了啊。到了川普总统的私人领地啊，就是那个正向问题啊，原来没有到那边啊，现在相当于我新进入了一个教室啊，我原来有个教室，原来一个教室呢，就推在上面，我讲的读灵魂附体啊，就讲读舌啊，我这样对上啊，读舌啊，就读气，就是外灵附体的事啊，我在有个地方呢一直讲外灵附体。现在呢，准备要进一个新的教室，啊，正向媒体那边。进这个教室之前，一定要，我坚持一定要讲，1945年的8月17号，放射性污染物飘到中国，我坚持要进去之前就讲这个事，进去之前就讲这个事，啊，然后我看到川普总统了，目的是让川普总统看到这个事，也让川普总统。知道这个事，但是呢，我这边是哭着喊着要先讲了再说啊，梦里边啊，哭着死去活来，如果不讲的话，我就不想让，不想进到这个教室啊，情况是这样，很紧急啊，这个时候我看天上好多飞碟，很多飞碟，就在上面啊，就在现在我看到是海滩上的飞碟已经上海滩了啊。原来在一直在水面上，一直在水在海呃就在水上面啊，就在也就在海里面，现在都慢慢都上岸了，要啊，我前面已经讲过了，它要上岸，如果很多飞机上岸的话，就是那个卷起来风就很大，啊，也就时间上也很紧迫，但是呢，突然有个声音呢，从我后面传来，说这些东西是要讲。但是呢，有点像对抗性的事情，慢点讲，对抗事情呢，慢点讲，先从外围的讲起啊，先从外围的讲起，先讲那个核物质的危害，先讲核物质危害是别人不知道的危害，不是说已经知道的危害，已经知道的危害，你反复在那边讲的话，会引起人家的反感，因为这个毕竟是别人的私人领地。你要体现出带入新的信息进去，体现出带着新的信息进去，就有讲一些核物质的危害，人家不知道的情况啊，讲不要多强调已经知道的事情。另外呢，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时期比较敏感，如果这个时期一直强调8月19号。什么也没讲之前，先讲8月17号的话呢，人家以为是中国派来的什么什么人啊，这个时刻就人家就不看了，或者有的人当然这个网上也有网管的啊，也有管理人员，一下子就把他掐掉了啊，有可能，所以呢，
不能一上来就讲八月十七号的事情，甚至八月十七号还不能在这里边提，甚至在这个地方不能提，不能提八月十七号的事情，你只能讲那个核物质的危害，还不能讲八月十七号的事，因为这个事情太敏感，你一想这个为感觉他为中国说话的话，他马上把你掐了，有可能啊，因为网管不止一个，好几个，好几个，所以呢，你慢慢细水长流的讲一些。核物质的事也不用天天想，隔一阵子上去放一点啊，隔一阵子上去放一点，这样呢，川普周围的人也看到，川普也看到了，所以呢，今天梦里边就讲了两个教材，一个已经在大家在里边上课的啊，那就推特讲毒蛇啊，就是麦林附体啊，没错。另外一个，我刚才还在要讲那个八月十七号的事情呢，进教室之前先讲这个的话。也有可能被赶出教室啊，所以要注意这里面的策略啊。好，那我知道啊，那我知道了啊。好，怎样在两个教室同时进行的时候怎么平衡好？哪些可以讲，哪些不可以讲？但最终的目标是要讲，讲的时候呢，是到了一定程度以后，私下里讲，私下里讲了以后。然后由总统亲自讲这个事情，发布这个消息，而不是我来发布。我发布这个消息很可能引起很多人的反感，但总统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有很大的可信度啊。为什么外现在要盯着他，要同他签协议，就是因为核物质的事，核物质的影响远远超过人们的认知啊。所以梦中告诉我要注意。很多的思想啊，那我知道了。好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